在南加侨团中有36年历史的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新的一年有新的气象。新上任的会长刘焕君特别向外界介绍团队以及今年的预定活动，希望民众看到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在侨界努力耕耘的成绩。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的团队，除了政府会长，还有财务、公关、联络、档案、事务、文宣等多组人马，组织结构完整。对于新的一年展开，会长刘焕君也设定了目标。我今年就是很大的一个目标，是希望要把我们的大专的网站全面更新。那这个是一个基础性，同时也是有前瞻性的活动，因为呢，随时随地所有的会员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跟我们做双面的交流，或者是及时的登录参加我们的活动。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共有37所学校的校友共同参与，他们也欢迎还未归队的校友加入。而今年他们预定举办的活动，像是海华运动会、母亲节活动、就业辅导、关怀忧郁症、重阳敬老及健康讲座等等，也欢迎南加民众踊跃参加。